现在我是在这边远程操控这个运输车辆来运行轨迹，然后我这边控制启动，它会自动运行。如果说这边出现什么状况，我这边都可以监控到。以前的话，一个车就是需要一个司机来去开它，对吧？但是现在的话，我一个人可以控制15辆车，就是15辆车可以正常运行。我这边只需要负责它一个启动或者停止，它就可以自动运行嘛。